鸡排面拌人体寿司咸肉臭。哎呀，这不是鸡排妹吗？怎么改卖鱼排了？他这次因 circus 的利诱之邀搞台中金钱豹酒店联名 T 恤，化身成被海鲜盖住的饭，成为一条没有师傅能够掌握的握寿司。好臭、啊！是的，还是一条好臭的握寿司。都是鱼的味道。不然嘞，都是鸡的味道吗？为什么你要用手套？因为我觉得鱼很脏。那怎样脱好脏？哎呀，当模特就是这么辛苦，不但要认人鱼肉，还要被又臭又脏的鱼肉包肉。鸡排妹就算拍完了，人心有余悸，拒绝再进行任何类似的情趣活动。如果男友想在她身上素洗啊，不对不对，吃苏洗呢？那你就让他去死好，超臭的。但他的原始想法却比鱼臭更惊人啊！其实当初是想要用那个蜂蜜粘在。就是勾在身上，然后会有那个蚂蚁。好、要在身上造蚁穴。因为我在国外的摄影有看过这类型的创作。是的，我们也有看过这类型的创作。马盖先有，下场是他的朋友被蚂蚁咬死了。印第安纳琼斯也有，超艺术超大只的，下场是反派被蚂蚁咬死了。万没想到鸡排妹另有一计啊，他还是要献身给会咬人的生物。刚刚还有聊到那个帛琉的水母湖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从就是尝试水中摄影。水母湖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题材。你会不会觉得口味越来越重口，以后你没有回去？回去哪里？回去哪里？苹果越浪漫，好比回去人间，你说怎么样？宝宝。